校长，各位老师，各位现场的小朋友，大家好。好，在这边耽误大家一点点时间哦。那我希望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哦。那我希望台下的小朋友可以注意听一下，不要在下面嬉闹，因为毕竟我们在上面讲话的时候，希望得到下面的人的尊重。你也希望你，如果是你在上面讲话的时候，别人可以听你讲话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恭喜大家哦，能够做到这边的人，表示你的程度或是你的实力受到了肯定，才会进入到决赛。首先在这边恭喜大家。那比赛总是有输有赢，我希望输的那一队没有关系，不要气馁，回去再更加的加强。那赢的人没有也是要回去要再更努力哈。那阿老师觉得决赛非常难评啊，因为每一队的那个实力其实都是非常接近。那老师这边给一些老师或是各位同学一些简单的建议哦。第一个就是，如果第一轮的比赛里面的曲子都是固定的，那固定的时候呢，老师你在配器的部分、陶笛的方面，你就要想办法稍微特别一点，你就会比较容易凸显出你那个队伍，因为每个队伍的曲子都一样。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如果是我可能会选择，我就不要伴奏。我的队伍也许就会凸显一点。第二，在服装的部分也是一样。好，那我觉得决赛的时候，你甚至你的服装也可以稍微变化一下，甚至个人赛跟决赛的小朋友，你可以穿不一样的衣服啊。那我其实不是很建议你们穿运动服或是 T 恤上来表演，我觉得其实感觉上面不是那么亮的正式。好，那我不晓得大家今天这样表演下来，对哪一组的服装比较有印象？我是对普星国小的印象比较深刻。好，因为他们至少有一个背心看起来稍微比较正式一点点。那我也知道跟各学校也许经费的关系都有一些因素，但是因为比赛它除了听的过程，刚才永泰老师已经讲了很多音乐的部分，所以我现在补充大部分是以除了听觉的部分的东西来讲。你今天从那边走出来的那一刹那开始，其实就是比赛的一部分了。所以你的队形、你的整齐度、你的服装其实都会有影响一点点。你的整体的服装如果都很统一的话，阿老师的标准我至少会多加一分。那你知道多加一分，如果是三四十队就会差多少了吗？至少会差五名，你的名次可能会前进五名。那你再更有礼貌一点，你的鞠躬或者你的动作再到位一点，可能加起来就1.5分，你可能就赢了十名。这些都是基本的基础跟礼貌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其实无形的会有影响。我是觉得服装的部分其实都可以再加强一点。我举一个例子好了，比如说刚才有一个育德国小吹的是收获歌，育德国小在哪里？有没有在现场？对，你看哦，如果你们吹的这首原住民的曲子，如果你们上来的人全部都穿原住民的服装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的名次就不一样。可是你们吹这首原住民的服装，你们原住民的曲子上来，全部的人都穿一件 polo 衫，感觉整个气势就怎样落掉，而且没有那个特色性。你们在选择决赛的曲子，我希望这段我其实讲给老师听的。你们在选择决赛的曲子的时候，你要赢过别人，你必须要把每个学校的特色再找出来一点，不管在你的服装或是音乐的部分。那在阿志老师跟评审的立场，我们都希望说，你们在决赛在吹奏的时候，不要一味的只是都在全部的人都吹一步，这样其实是有一点点失去了那个合奏的意义啦。我自己是希望老师在这个部分选曲的部分可以注意一点这个部分。那像还有一个学校，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惜的是，有一个学校选的是那个阿老师刚才，对不起哦，我忘记那个学校。双低对决那是哪一个学校？单对，像单这首曲子，其实我自己是建议这种不是那么适合比赛用，因为其实它是那个易凯老师写的是，其实是为了要让小朋友以音阶练习为主的曲子，所以这首曲子如果在合奏的比赛来讲，你们就的气势就会，虽然你们的表演很特别，但是就会比较失去那个曲子的意义性。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合奏的部分，尤其是决赛，
你们能够进到决赛，一定都是想要前三名。你必须要把学校特色再加强一点，然后再把你的学校的特色加强一点之外，你的曲目的在选择上面，我觉得老师要在选曲的部分还要再花多一点的心力，尽量安排的稍微再精致一点，不管在声音跟音响上面。然后还有一点比较可惜是，每个学校的陶笛都太过一致了哦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每个学校可以有一点点经费买一点点低音陶笛。哦，其实这样子会差很多。比如说田中国小的猎人合唱，田中国小在哪里？剩下几只小猫了。好，那你们那一队，其实我觉得很喜欢。可是你们的高就是出来的高音频太多，就是你们的一吸陶笛太多人吹了。好，如果说比例上减少一点，再补到低音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整个平衡感跟那个的效果就会好很多。所以我觉得到决赛的队伍里面，我觉得老师要尽比较多的责任，就是你们在选曲上面是不是那么样的适合，这是需要做一些功课。其实现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的网络上面很方便，你可以去上面找一些资料，其实很容易可以找得到比较适合的曲子。我是建议大家这个部分还要多一些。那在肢体上面，我觉得大家有些队伍是有点太过头了。我们今天表演的时候，也许会有动作或摇晃，但是它是要适合这个曲子，而不是说为了摇晃硬要摇晃而摇晃，不适合。你也可以间奏的时候摇晃，在吹的时候稍微收敛一点，而不是从头到尾都一直摇晃，这样变得没有那个意义性了。好，这几点跟大家分享。那也希望等一下呢，那个没有得名的队伍不要追杀裁判啊，好不好？会不会？不会啊，好，谢谢大家。那安老师即将在11月底会发行新的唱片，请到时候大家多多支持，好不好？